欢迎继续收看《开埔大中华新闻》，庆祝九九重阳节。秀水乡公所这几天开始针对65岁以上的长者发放重阳礼金。今年哦，讲伫咧代表会支持之下，向来65岁以上的长者加发1000元，80岁以上的2000元，100岁零碎10000元的重阳敬老礼金，好真侪长辈哦，拢讲真甘心。中央敬老，秀水乡公所今年伫咧代表会的支持之下，针对上代65岁以上的长者，加发1000元，以及80岁以上2000元，加100岁人岁10000元的中央敬老礼金。为着方便长辈，礼金分为汇款甲现场领取，让长辈依各自的状况来选择领取的方式。秀水乡公所哈，在这个重阳节的前夕哈，配合我们彰化县政府来发放这个重阳礼金哈。65岁以上哈，多发1000元。那给你多哈，我们秀水乡公所也编列特别编列一个预算，也得到我们代表会的支持哈。咱向来65岁以上哈，拢给发1000元，80岁发2000元，100岁人类的话，从6000元我们发到10000元哈。也特别感谢代表会的这个支持哈。秀水乡这几年来哈，对着咱乡内一挂福利政策哈，拢会也持续都在推动。这2-3年包括推动的像我们的生育补助，配合彰化县政府的，我们也这个生育补助加发每一胎哈6600，还有就是丧葬补助哈，一般户的话，我们是补助3000元。中低收入户5000元，给四流户来补助10000元，以及咱乡内吼，咱全乡大大小小拢有诶30万的意外保险，当然日后若有较好诶即个政策，我们还是会持续来推动，让我们秀水乡成为一个幸福的活力乡秀水。乡长嘛特别前往各村发放现场关心，亲手将礼金送到长辈手中。这包咱迄个是咱迄个县政府的哈，这包咱公所的哈，这让恁过节，十外心意哈，十外心意让恁过节哈。摕到敬老礼金，长辈真欢喜，感谢公所这么大心的心意。大众新闻林桂英秀水采访报道。